现在我们人在菲律宾马尼拉，这地方是 Ortigas。我们现在想去另外一个区域带大家去看一下哈、哦。是不是晚上你睡不着觉？那你一定要来试这一颗石墨烯医疗级的枕头。第一则留言有优惠价哦。来来来，先上车。来。先上车。怎么那么快？你一叫马上有。然后现在这个区现在状况是这样，这个每次来我们都住这一区比较多了。那刚刚去吃了一个台湾餐厅，台湾餐厅还不错。那现在是要去什么地方？现在去马卡蒂。马卡蒂又有好房子可以看，是不是？对，也就我们常在推荐 CP 值很高的这个 The Rise。The Rise， The Rise 是真的还不错、啊、我去看了几次，我自己都差一点就下单了，是不是？你不是说你不是要跟我们要向我买一套吗？我是很想，我等一下看看我要懂。这个急的，在那边闷急，只要卡拿下来刷了就、就可以帮你做了。那去到那边大概要多久？目前我看一下。在二十分钟左右，25分钟就可以到哈、哦，就是，从这里是 Ortigas 到马卡蒂大概25分钟，那我们就到现场再跟大家分享了，我们就。到了。The Rise Makati，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 The Rise Makati 哈，就是它的回车道，然后这是它的大门大厅。啊，现在大家说想去买个咖啡，从这边，那边没路，要从这里。我们早上不是已经卡过一次，你还在？那从大门前面那边是属于住宅的入口，那这一边它是属于商场的入口。啊，目前这有两个商场，一个是Air Mall， 这个是就是 The Rise Makati 的 Mall， 这两边是不一样，但合在一起，一二楼全部是商场。啊，但这里我们来了太多次了，带大家来看一次，这是 Hong Kong。香港料理，香港餐厅。那这是 Safe Mall， 这是一个超市。然后有一些吃的小吃。那这是南洋，这也是中式的料理。那 SMDC 是比较属于中国的建商啊，所以会有比较多华人的东西在里面，元素在里面。那这间咖啡店我们很常来，好 ，Candid 这个也不错，好，这个叫 Air Mall。AMO， 然后那边是 The Rise Makati Mall， 那边有一方水果茶。那我们等一下要看的是这一个房子 The Rise Makati。那它两个 mall 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如果说你买在这边的话，不管是自住或出租，应该都很方便，很容易。然后住的话，它七楼有一个平台，那个就是整个公社的部分，我是个人觉得还蛮喜欢的。那这边还有一些水果摊啊。还蛮不错，然后这次我们的好朋友一起来看房子，这个是 City Cafe， 感觉怎么样？你喝了没？还没有。这边看到台湾的东西也是很开心，很开心。下楼就有，还有一方水果茶，有没有看到？有。啊，这一杯多少钱？45披索。那跟台湾差不多，台湾这个中杯，这是美式嘛？美式大概35块。对，所以可能，对啊，台湾35啊。35啊。0.6小杯中杯啊，对，中杯，中杯台湾35，对，那乘以0.6，差不多6.42、6.5、30，27块，哎，比台湾便宜，便宜，等一下喝看看好不好喝。那我们现在进到这里，这里是我们 The Rise 的，算是大厅 lobby， 是很像饭店式的感觉，对，不像饭店，香格里拉的去做饭店，真的很有饭店的 feel 啊。那大家在这里就是会客区啊，有很多人在这边休息。那整个坐在这边等待的人跟其他的菲律宾人好像不太一样，这里好像比较 class 比较高一点。
所以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是 Emeritus， 好，这个是它的公社区，那我们一个一个一区一区看一下。好，这个是它的 office， 共享办公室会议中心，然后里面还有会议室哦，然后一桌一桌的洽谈桌，环境非常好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 partition。自己的一个位置上班工作，然后或者是这样，这里这个白色跟星巴克有什么两样，干嘛去星巴克呢？那他们呢，好，从这个地方给到外面小朋友的游戏区，没有游戏区哦，那这一间呢就是有一点像 lounge bar， 电动玩具耶，快打旋风哎，然后那边是 swimming pool， 就是游泳池的部分，真的有人在用哦。然后你到下午的时候，你就看到很多贵妇啊，那些网红的感觉在那边，买个咖啡，然后在那边聊天。那这边有篮球区。跟手部足球，大家在那边就是休息的感觉，非常的放松。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的这地方是健身房的部分哈。这个健身房真的是专业的健身房，进来了以后，还有Inbody哎，你去外面测Inbody是要钱的，这个是直接给你测的哦。然后这边是有重训。然后还有飞轮，大概是这样。你看在这边，就是在台湾，如果你摆两三台，那就说是健身房。这里我们去看一下二楼。二楼的部分大家看，哇，这根本是健身工厂还是蜗苣的规格了嘛？对啊，可能健身工厂小比较小间的厂可能也差不多是这样啊。然后这边还有，这是 exercise room 瑜伽室，现在正在打扫。这边也是，就是你可能可以请固定的课程，请老师来这边上课。那我们现在又进到另外一个区域了哈，这是一个。他说是 relax area， 就是你可以在这边放松啊，然后跟朋友这边聊天啊，有点像会客区啦，会客室。这个如果小孩子丢到这边来，大人去外面逛街，还不错吧？现在带大家来看家长最喜欢的区域 ，kicks zone， 是吗？这个全部都是小朋友的区域哦，你看，这进来玩，百货公司规格。对，这个你在外面玩一次要多少钱？然后也有大人的区 ，billiards， 台球哦，撞球。然后你看这个，这玩你去外面玩一次要多少钱啊？是不是？好像一天要几百块，没有，是几个小时几百块。然后这边有一个 library， 有一点像是你在也可以念书之类的。那厕所，小朋友，这是百货公司。对呀，然后它后面有两间还三间的 theater， 就它叫做 entertainment hub， 就是你可以招待你的朋友，这个就是必须要付费，刚刚那些都不用钱。这边你就可以来这边阿公店，有没有 ？Nice。然后这也是，有两间三。有三四间那个卡拉 OK 啊，厕所也非常的干净漂亮。有没有觉得把小孩子丢来这里，你就可以跟老婆去开开心心的逛街了？不错不错。那我们就到上面去看房子了哈。这 amenity 就是公设的部分非常完整啊，房子长怎么样？接上去。出来了哇！这个我们看的是高楼层哎，60楼的部分。这个电梯真的有快。我们也没感觉，对不对？一分钟。一分钟。离零差一点。
电梯很高速电梯，三菱高速电梯。因为还有租客，所以不大。那因为这一间现在有房客住在里面了，这个是带租约要卖的，所以就是我们没办法进去露营，但是格局应该差不多是那样了哦，原则上应该是有，稍微看一下就好。那因为里面有住人，有他私人的东西，我就不拍里面的状况哈，给大家看一下六十楼的景观。他这个是面马尼拉湾那边，马尼拉湾，然后后边那边有那个贝湖哦，巴古纳贝的部分，左边是贝湖，右边是马尼拉湾，非常棒的一个视野。好，然后这个是电梯的区域，然后它有一个就是连通三栋的连通。好，那这就又另外一栋了，不同的方向。那我们现在46楼电梯出来了哈，它这个格局都是一样，一出来就是有一个很漂亮的梯厅的区域。那走过来这边，我们最后再来报价哈，应该有两三间可以看。好。这一间就是也是出租房，但是房客不再说可以拍了，我们再稍微看一下，门给它关起来，听说养猫，关起来。哦，这是一个 studio type 小套房的部分，哦，那宽度就会跟刚刚那一间好像有很大的落差哈，那就少了一个房间隔间的感觉。那厕所的部分现在有一些私人的东西，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好。然后这样，大概是这样。我们大小这个如果出租套房的话，一个月要多，可以大概可以租多少钱啊？这样子。这间大概是25,000到26,000。这间可以租25,000到26,000。对，这个租客已经同意25,000要续租了。所以这个行情未歹呢。对啊，好肥的猫哦，肥猫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它这个私人东西我们就不拍太多，它看出去的样子。它下面就是隔壁刚刚那个 Airmo 的住宅，上面住宅的部分，下面是 Airmo 的Air 刚刚隔壁那个社区的游泳池，那看出去是对面的社区的。那看下去有没有看到那个有车子的地方？那边就是属于阿亚拉的阿亚拉大道哦，阿亚拉大道，所以这边有很多在那边金融区上班的人。好，那我们刚刚已经稍微的问了一下这个目前的整个租约的状况，刚刚说已经同意要续约，而且续约又涨价。对，目前租金大概在23,000-22,000这个区间，目前的合约，但是这合约到3月，今年2024年的3月就结束。那目前的租客已经同意续租，而且房租调到25,000，所以对我们又涨2,000-3,000。未来的房东的那个收益又提高了啊，所以应该就不是这个不是乱涨了，是因为 Rise 这个社区的目前的租金行情都已经到了这个情况，是合理价合理哦。那这个房子是它的坪数是几坪？它是25，25平米哦 ，Studio 的，对对对，25平米。对，那它的这是目前屋主准备要卖多少钱？包含这些家具。现有的家具啊，加上还有租约这样子，卖的话，它开价是565万。565万，对。哦，我算一下哈，560万算5.3%。对对对对。5.3%，那不错哎。那扣掉每个月的包租代管的这个成本来讲的话，那净投报率应该都有在5%以上。那刚刚那间比较大，1LDK 1BR 的部分呢？对，那一个是28平米，那大概多了台坪大概1到5平的空间。那它的租金价格现在行情也到28,000左右。28,000，对。OK， 那一间要租多少钱？要卖多少钱？那一间目前还没有消息出来，那我们有消息随时我会公布在我们就是大群里面。屋主就是那个租客是认识的，说给我们进去看一下，但是不要拍到他的私人。对，基本上我们团队在发布的一些资讯跟一些物件，我们都以安全为最重要的考量。所以目前我们所公布出来的物件
都是有产权合法、产权清楚的、清楚的。好、嗯哦，那个刚看的那个 ELDK 的那个、嗯、那个是在下个月、嗯、产证就下来了。哦，所以很快就拿到产证了。对，那如果未来产证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再审核都没问题、嗯，一切都没问题，我们把它供出来给大家去做、嗯、去挑选。所以也不是说没有要卖，是要卖，但是因为还没拿到产证，对，我们就先不做这个销售或推广，等到真的到手了，我们再推。没错没错，以安全为主，安全为最低。565万换成台币，大概300出头，哦，300多万。所以如果说对这个房子有兴趣，欢迎跟阿汉联络，右下方有他的联络方式哈、哦。那如果你是想要多了解我们东南亚的一些状况，欢迎加入我们群组。第一则留言有加入的方式。如果你是下次想跟我们一起来东南亚，不管是马尼拉或马来西亚，或者是曼谷，一起来看房子的，也欢迎加入群组。我们随时准备开团哦。我们期待更。你搞我打断，我说我们在边上逛。好，我们期待更多人来一起自真心话。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好像非常的有兴趣的感觉嘞，走了。现在可以加入频道会员，一起来当赞助商，支持真心话不冒险。出国在外，语言不通怎么办呢？请问这附近有什么推荐的晚餐可以吃呢？この近くで夕食におすすめの場所を教えてください。大阪城の隣に有名なラーメン屋さんがありますよ。食べてみてください。大阪城旁边有一家著名的拉面店，请尝试这个。支援超过100种语言，有外籍看护也非常推荐哦。欢迎参考第一则留言。